我偷袭后和小甜水的变化。刚偷袭，儿子，这回咱偷袭了，人医生说了，小甜水都不能喝，都得戒了，咱为了保命啊。放心吧，妈妈，这小甜水肯定戒了，不喝了。偷袭三年，咋的了，儿啊？不是妈，你说这偷袭是他们，那谁都喝小甜水，那矿矿那就是楼，那怎么这不就我就不让我喝呢？那医生告你指定有啥道理。哎妈的，还说医生，那医生哪个不喝那小奶茶，那小甜水，那哐哐就喝。那人医生身体好。我成馋了妈，我这看那个小甜水，我这闹心，我成馋了，我成想喝了。忍住吧啊，别喝。偷袭五年。站住。干啥？你兜里揣啥呢？我兜里揣啥了？我啥也没揣，我兜里。哎，拿出来！我这啥没有？我拿啥呀？拿出来！你还偷喝小甜水？你他妈现在领导多高了啊？以后你他妈再偷喝小甜水，我要看着我他妈整死你！现在，就现在，我一天不喝小甜水，我浑身难受。但是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有个屁数！你有数，你还长八公斤？宝贝儿，那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呢？我他妈真想打死你！你切记，哥们儿，我心里有数。